是仇恨而今悲欢，摇起呐喊的热情，且光阴渐远去，人世间悲喜难去，昼夜轮廓不停，纷飞的蓝裙男女，情仇爱恨别离，一代人终将老去，但总有人造价师的职责是保证造价表的干净，造价表的干净，那就是工程的干净。这句话其实还有下半句，每一张造价表都是一张关系表。可对我来说，造价表就是造价表。爱情